闪闪发光的石头呀。看，熊大是星星，熊二呢是月亮，妈妈是这块石头，会一直守护着你们。爸爸，熊大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如果她真的回来了，俺一定要好好问她，当年为啥要离开俺们。你妈妈的离开，妈妈，也许跟铁甲怪有关。给我把他带回来。小二小心。不是在做梦吧？危险！真的是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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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好厉害。我不是你妈。俺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不是咱妈，你没看见她是白毛吗？妈妈，闪闪发光的石头，我研究了它这么多年。快走，原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。只要你在他们身边，你的两个孩子就永远不会安全。妈妈不能让你去冒险。还给俺们！别过来！熊二，他可能真的是咱妈妈。俺一直觉得他就是。掩护熊大和熊妈妈！白熊山精神再次上线！不要命找妈妈的小野熊！爸爸！他不是小野熊，他是我的孩子。狗熊领地一猛男来也。小乐，你没事吧？